那一般我这种家人需要打这个现在这个镭射吗？我现在讲我这种皱疤的程度啊。主要是你有一点点凹凸的小问题嘛。说这个算是要说硬或深的话，是比那个香车型再稍微硬一点点的感觉。我的建议，这个还是从那个破坏型的，像是飞梭或是 UP 镭射这种疗程，还是要先做。那要做几次？你原则上嘛，好，原则上在你要做到有改善的话，可能要累积大概4个月或者半年以上。可以接受啦，不过是蛮痛的。那你可以帮我打麻醉吗？什么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那你觉得你第一次做这个 UP 镭射的治疗，你感觉怎么样呢？我觉得蛮痛的啦，不过基本上是还可以接受啦。那它治疗时间也蛮短的，大概5到10分钟。那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啦，像我这次脸也没有很明显的很红肿啊。对啊，然后速度也蛮快的，就是我觉得蛮方便的，可以来这边做一做。如果不影响生活的话，其实算蛮方便的一个治疗。